欢迎收看我的频道，我是阿庞。你们发现啊，我的材质包又换回来了，因为那个之前的材质包比较不自然啊。好，我们开始喽。你睡个觉。好，我们就要回去那边继续探险哦。东西先拿一拿，这个拿吧，这个要拿。没有，这个是拿来盖房子，我忘记了。这些树呢，我砍掉就在刚刚那边了哦。这是下一集我要拿来盖房子的。又来。上一集呢，我们是挖到这里嘛，要继续往下。哎，安德，跟紧我们继续。嘿。把这些洞补起来。诶，上面还有很多东西，先把这些东西都挖起来。哎，哎，全部跳完，Hello喂。先叠上去。垮掉，垮掉。我们从这里走去，哎，对，
应该没有东西了。So, 看看有哪里可以挖的。应该没了。有声音。诶，是那里的声音。我回去先。先把东西放好，这个拿去烧先。放回去。太快了。哦，我们两个在干嘛？Part 5呢就暂时到这里哦。如果你喜欢的 Like and Share 哦，你的卡。OK， 拜拜。